2012年11月30日，萧敬腾正式发行第四张全新大碟《以爱之名》，并担任专辑制作人。专辑于内地正版网站12月试听量累计突破8900万次。主打歌《福尔摩斯》横扫 Music Video 中国 TOP 排行榜、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在内，全国百家电台排行榜冠军。百度指数全线飘红，专辑内地预订量突破15万张。同时，有一种精神叫萧敬腾全球巡回演唱会，唱响伦敦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台北、北京在内21大城市，35万人共享摇滚音乐盛宴。近日，新浪微博公布2012排行榜，萧敬腾以1697万次微博提及量荣登新浪微博影响力名人榜，成为全年音乐当红指标。